现在开始打磨，打开模具，准备打油。打油，每一个死角都要打到，每一个缝隙都要打到。第一次使用模具，油一定要多打一点，不然会粘膜。打完油，把油放一下，打开模具，壳膜，锁膜。此处锁膜一定要锁紧，不然容易有飞边。上料，边铃一响，表示时间已到，准备开模。开模，用。